我叫李建林，然后来自易贝。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云上的 OS 迁移解决方案。这个是真的。首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迁移的一个需求，就是说在Linux 软件，我们通常是遵循 GPL 的一个license。然后允许用户去修改或者是使用 GPL 的软件，然后这个对于一些客户如果是迁移到 Linux 系统之后，它的 cost 相对于其他的 OS 来说是会低很多。另外，已经在使用 Linux 的用户，它的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发行版的一个 end of life。通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发行版，它的维护时间是四五年的左右。对，如果是软件的停更，那么最显著的一个问题是vulnerability 可能不能得到及时的 fix， 然后对于客户来说，这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风险。另外是一个软件兼容问题，缺少了社区的 support， 我们很难维护一个错综复杂，然后很庞大的一个软件依赖关系。对，这些都可能就促使了一些厂家将他们的业务迁移到了新的 OS。然后迁移的过程我们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如何保证数据的一个安全的迁移，还有在如何做到用户的无感知，另外就是在怎么在不影响客户业务的情况下来去尽可能高的提高升级的覆盖率。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了我们迁移的质量和迁移的效率，所以我会讲一下在易贝我们是怎么做的。首先是简单介绍一下易贝的网络私有云。我们现在拥有节点有13万台，然后在上面运行的 pod 有200多万个，然后 cluster 有100多个。在2021年底，我们开始做了从 CentOS 迁移到2.04的一个工作。对，紧接着在2022年，我们又切换到了2.04，现在正在做24.04的为切换2.04做准备，24.04做准备。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每月 release 一个新的 OS 版本，并且 roll out 到 production 环境。能够快速的迭代，其中一个得益于一方面就是我们容器化技术，因为容器化技术保证了 application 的一个不可变。另外，我们将 OS 也做成了 immutable， 这样可以保证底层软件的稳定不可变。immutable OS 是 OS tree 系统的一个最大的优点之一。OS tree 是一个用来管理基于 Linux OS 的各个发行版的一个版本管理工具。当我们新部署一个 OS tree 系统的时候，我们在物理磁盘上所看到的结构就是我右边图上列出来的。 OS tree 的路径是相对固定的，它是在 OS tree deploy OS 这个下面，然后同一个OS 现在支持AB 版本，然后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做到原子的升级回退，还有就是在异常的断电的等情况下，我们还能够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另外，当部署一个新系统时，需要做特殊处理的是一个 ETC 的目录，它是一个三方合入的一个操作。这里的
假设我们当前运行的是一个 A 系统，那么三方分别就是指当前 root 根目录下的一个 ETC 和 A 版本的一个默认的 ETC， 还有一个即将升级的 B 版本的 ETC， 这三方进行一个比对和 root。 对于新增加或者有修改的部分，那么 OS3 能够保证我这一个变更是可向下传导的，就新的 OS 会继承。我们还可以看到在 boot 分区下因对 OS 也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目录用来存放内核镜像，还有VMware Linux 啊这些启动文件。那当系统启动时，相对于普通的操作系统 OS Tree 会有增加一个 OS Tree 的这么一个 option。这个 option 的值，它的 value 值是我的目标版本所在的一个目录的一个路径。那像一些在 init RAMFS 阶段，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服务，就是 root prepare root。然后当这个服务运行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从runtime 这一个截图，然后就是我们的rootfs 发生了变更在系统上。从那个 find mount 的那个输出上，我们可以看到OS tree 的挂载其实分为三部分，一个是原始的最初的一个 OS tree 的一个顶层目录的一个挂载，另外还有特殊处理的一个 WAR 目录和一个 User 目录。 User 目录它是以只读方式来去挂载，这样的话就是说我用户就没有权限去修改系统文件或者是安装一些自己想要的包，对于用户来说这个系统就是 immutable。 WAR 目录下一般存储的都是运行时的一个用户数据。在我们从那个 WAR 物理磁盘上的 WAR 目录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它跟 deploy 其实在同一级别，也就是说无论是挂载的 A 还是 B 版本，那么它们之间其实是共享WAR 目录下的数据的。对，这些是 OS Tree 的这一部分内容。那有 OS Tree 工具，我们怎样去来做一个类似于发行版的一个 OS 版本？OS 版本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两部分，一个是内核，一个是内核，另外一个就是包的管理工具。Ubuntu 的包管理工具大家应该很熟悉，是 APT， 用来更新管理软件。所以在我们去准备去制作一个 OS 的时候，那我们首先要从Ubuntu 官方的一个包镜像源去更新LTS 版本的各个 repo。 另外我们创建了私有的一个repo， 然后这个 repo 维护自己自研的或者是定制的一些软件，还有就是内核和外部模块。这里内核我们并没有用官方 Ubuntu 的它的内核，但是我们是基于它的内核上做了一些改动，原因是我们会有一些业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来适配。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一些 bug 的 fix 或者一些 feature 内核并不会及时的，可能不合入不及时，所以我们自己要维护一份内核源码。对于那些第三方不在 Ubuntu 的一个 repo 列表里边的一些
情况，我们就从第三方软件来去拉取最新的版本，来去制作一个第三方的 repo。 以上这些就将我们制作 OS 所需要的一些组件都已经就绪，然后就是调用 OS Tree Builder 来去构建一个 OS Tree 镜像，并在此基础上去做VM 的一个 Q 刚度镜像。接下来就是一些image 的验证 E2E 和 verification 阶段，再经过一些安全的扫描，一系列软件的安全扫描以后，我们就可以 release 一个新的版本。同时还会去归档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所用到的所产生的一些中间文件，包括内核的一个 debug 的一些文件，用于后续的一些问题的 debug， 还有或者是出 hotfix 版本。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应该就是 OS Tree Builder。我们这里用到了一个开源的 GitHub 上的一个仓库。它的整个的构建过程其实分四步，还有一个错误处理单元。OS 阶段，我们是在一个空的目录下调用得变 Bootstrap 来去构建一个基础的 OS 镜像。在这个基础镜像 ready 之后，我们就会将刚才已经建好的一些包的源，就是upstream 的一些源，然后还有第三方的这些源，然后来去安装我们需要的 package。 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用户他并不需要源的一些默认配置，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有一个预制的一些 hook 脚本来去修改的默认配置，然后并将它们固化在 OS 里。那第三步是 OS Tree 的一个构建，同样是得变 Bootstrap 去建立一个那个 minimal 的一个 OS Tree 的 change root， 然后将第二步的输出作为一个挂载 band mount 到一个特殊的目录上。对于 OS Tree 来说，刚才WAR 目录其实是默认是空的，然后因为它存放的是用户数据嘛，所以在我们最初构建的时候，它目录下肯定是空的。如果有某些 service 或者 application 依赖于这个目录下的一个特殊的文件，那我们解决方法是将目标文件定义在一个 temp file 这一个配置文件里面。在系统启动的时候，由 systemd 来去解析 temp file， 为我们来去创建对应的目录或者是文件夹。最后就是一个OS Tree Repo 的一个 commit 提交，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镜像就已经做好。在这里最初这一个 repo 是不支持 Ubuntu 的一个构建，我们有一个 PR 来去使用了这一个功能。 OS Tree 升级在这一个 migration 阶段，首先是单个节点。对于单个节点，从这张图我们主要是由一系列的一些 hook 脚本和 OS Tree 的部署来完成。Pre-hook 设置这一个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版本更新比较快的时候，可能一些 feature 要求来去设置 Linux 的一些启动参数，然后所以我们在部署之前将由这个脚本来去根据需求来去设置一些 bootgrab 的一些内容。然后刚才的介绍 WAR 目录是在对于同一个 OS 来说它是共享的，但是对于不同的 OS 它们之间是相互隔离的，所以从 CentOS 迁移到 Ubuntu 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同时需要将它的 CentOS 原有的一个 WAM 目录下的用户的运行数据迁移到了 Ubuntu 的对应的一个目录下，所以这样实现数据的一个 migration。OS tree 部署，OS tree 它是其实是作用于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目录树，那么并不是一个 OS 的一个 package 的一个管理，所以它的部署是非常的简洁。我们需要三步，一个是制定我的 OS tree 的源，然后将它铺到本地，然后再 deploy， 三条命令就可以完成 OS 的一个升级的这么一个工作。之所以说它是高效的，是我们从部署到重启再到 node 处于 ready 的状态一般应该是在6分钟左右，通常情况下不会超过10分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 pod 是不会被 evict 掉。Migration 的脚本的最大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其实跟 prehook 类似，就是迁移 etc 下的一些内容。etc 对于不同的 OS 来说，他们也是隔离的，所以特别是在从 CentOS 迁到 Ubuntu，CentOS 是一个 RPM 的一个包管理，Ubuntu 是 APT， 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差异可以通过脚本来去消除掉，因为我们都是 Linux 系统 ，Linux 的一个软件发布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 ETC 的迁移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因为我要将每一个 application 的一些所有的配置内容全都检查一遍，保证它在 Ubuntu 上是一一 map 的一个过程。对，重启以后的话，post hook 我们就是对新的 OS 做一些 set up， 单个节点的升级，其实不能体现出来我们升级的一个效率。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去做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升级。对于我们策略是。一边有三个数据中心，三个 region， 那我们以 region by region 的方式，对于 cluster 来说，我们怎样去保障我当前的用户的一个业务不受机器重启的影响？这里我们是用了PDB 的这个功能，PDB 能够保障。pod 可以安全运行，也就是它不确保在 pod 的一个升级维护等一些操作时不会被异常的终止和中断。我们将 PDB 作为用户的应用和升级业务的一个接口，能够了解到当前 cluster pod 的一个部署结构，还有就是可允许被中断的一个 budget 的一个情况。 ADB 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 CRD， 其实它的功能和 PDB 类似，主要是服务于那些跨 cluster 的一些 pod 应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仅靠 PDB 是不可能保证 pod 的一个正常运行的，因为有一些特殊的业务，它虽然 pod 处于的一个 ready 状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实质的服务。这时我们就会建议用户在他们部署一个 Health Monitor 的实例来去检测自己 pod 的一个健康状况。 OS Upgrade Controller 它是用于
节点的挑选和节点升级的一个系统，会收集当前 cluster 的一个 PDB 信息，然后计算出来可用于安全升级的最大节点的集合，尽可能高的提高升级的覆盖率。这以上这些措施的落地，使我们每个月的数据中心的一个升级的覆盖率能够达到90%以上。这一套系统在易贝已经运行了有3年多的时间。OS 的快速的升级其实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尽快的更新底层的一些 feature 来去支撑上层的业务平台。对于一些新的内核，比如说现在24.04是6.8的内核，然后像一些storage 的 team， 他们就会用一些 kernel bypass 的功能，而且这些功能一般都在最新的内核上才会支持。内核OS 这迭代会暴露出来一些产线上生产上的更多的一些问题，然后这就要求我们去enhance问题的一些探测和 debug 的手段。我们在 pod 上部署了一些 daemon set， 然后收集了 pod 的信息和 node 的信息，并导出到 dashboard。通过 dashboard 可以直观的展示出来我们当前 hardware 和 OS 的一些 metric， 然后实时的数据分析也可以让我们提前预知或者是对一些问题进行告警，提前的解决，避免线上有更多的问题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我们 team 还研究了 kernel 的一些 kernel 的 trace 的各个系统，比如说 BPF、TraceBond、Kprobe 这些，然后不断的吩咐 BPF 的一些工具，主要就是在网络方面。另外还有搭建了 IMP 的一个测试的环境，然后这个环境不仅仅是用来做压测，还可以对一些新的一些SKU 进行一些基本的功能的验证。特定的内核的问题，我们会有专门的版本来去 enable debug 的一些选项，然后因为这些会影响线上的一些性能 OS 的性能，所以我们只能在 pre-production 上来去做验证或问题解决。在问题解决之后，我们的 solution 一般通过刚才的升级的这一套策略，能够保证在第二个月覆盖到产线上绝大部分的 node。另外我们还会把我们的一些贡献上传到社区，其中我们有修复2.04的内存泄露的问题，后面两个我可以展开稍微介绍一下。这边是这个是 SCSI device 的一个探测过程的一个物理磁盘的逻辑名不确定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发生在特定的 SKU 上。一般这种 SKU 是只有两个 SCSI controller， 其中有一个 controller 会挂载了很多磁盘，比如说24块磁盘，然后另外一个是 root 盘连接到另外一个 controller 上。问题原因是说，现象是我在重启之后，我原来的root 盘的一个逻辑名可能发生了变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kernel 现在为了在启动加速，不
PROB 的过程采用了一个异步的方式。异步的方式的好处能够 是已经加速了启动过程，但是它不能保证我启动的顺序是确定的，所以就有一个大概率会碰到最后一个 root 盘的逻辑名被重命名。然后带来的坏处是对于一个我们磁盘的，对于 local volume 是一个 local volume provisioner， 是云上的一个 PVC 的一个 controller， 然后它会初始化各个本地磁盘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那如果它认为某一块盘误操作了 sysroot 的一个物理磁盘，它有可能去破坏了 boot 的一些分区，导致这个再重启的话，可能这个就是灾难性的，系统有可能就会是再起不来了。解决的话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内核的启动参数，实现 probe 模式的可配，将它作为定义成了同步的探测，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做了很多的 BPF 在 trace 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主要用来先定位线上的一些网络问题。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会存在 KPOP 事件丢失的这么一个问题，最终定位下来，这是因为KPROB 在设计上它是不支持可重入，中断可重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来了解一下，就当一个当 CPUX 运行在 kernel thread， 我们可以认为它正在处于一个发包的过程，然后这时我们进入到了我们所注册的一个 handler 里边，然后在这个进入 handler A 时，当前的 CPU 就会打上一个标记，认为它是处于 kprob running 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假设网卡又出现了一个中断，那么我们陷入了中断处理程序。在中断软中断中，假设又收包的过程中又有一个 kprob 事件，那这个 kprob 事件我们就会 miss 掉，原因就是当前的 CPU 已经处于 kprob running 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看到的问题。解决的话有一个方法是将 kprob 换成 tracepoint， tracepoint 支持可重入，但是大家知道 tracepoint 在内核上的是 hardcode 的，所以它是有限的。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来去动态的增加 trace point， 然后基于这个想法去实验了一种基于 level patch 的一个基于 level patch 去增加 trace point 的这么一个改动，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不重启的情况下来去扩展 kprob event 的这个事件。对，以上是我们遇到的一些内核的问题。好，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因为那个 vulnerability 的问题，我们 GIS 要求是比较严格，需要将及时的修复每月的我们后面计划就是我们有一个安全部门，他会检查我们线上所有机器的 vulnerability 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在升级的时候，那这些业务中断或者是迁移这些事情，要怎么保证？因为你每个月差不多是所有的主机就按照90%的概率说，你等于每台主机每个月都要升级。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PDB 的应用。业务中断，我们要求是15分钟以内可以不以 wake 的任何的 pod， 然后 pod 的总机重启的，我刚才说的时间是大概6分钟。就是从你加载新 kernel， 然后再就是再重启是6分钟之内完成。对。然后加上你的 pod 再重新恢复，总共时间在15分钟。对，只要是15分钟以内我们恢复就可以不以 wake 任何 pod。其实我们的要求是大部分都要回来。那你说的在15分钟内不用备份，这个叫做不用驱逐嘛？那个就是副本说在那个15分钟之内就会被减少。对，这个就是 PDB 它不是保证我可以被invoke 的，可以被那个扰动的一个 pod 数目，它用户做了一个定义。首先我们要跟用户建立一种联系，就是他们自己在部署业务的时候要保证某一些 pod 它是可以被处于不工作的一个状态的。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用户来去支持。大家还有问题吗？对，我们是跟用户有一个接口的一个定义，就是要求。我们是私有云，是用户是一倍的所有的上层业务。Bare metal 物理机，对。差不多，你可以去算一下那个，我们一般大部分的都是基于 Super Micro 的一个机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中是 OS Tree， 我们怎么跟一个部署，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因为我们在本地做了一些 image 的一些缓存。然后就是说从拉 OS 到部署完整个可能在1分钟不到的就能完成，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一个直接的机器 bare metal 的一个重启。OS controller 刚才中间这一个 OS controller 就是用来节点选择然后和节点升级的一个控制器，它控制我们整个数据中心，就是所有的所有的一个 cluster 内的节点的选择，所以它会记录 node 的重启状态。对，那这个是有一个 NTP 的一个 Node 的一个Node 硬件检测的这一块的 daemon set， 然后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并不仅仅是在重启这一个阶段，有可能你在运行的时候已经有 MCE 的各种硬件错误或者是内核的异常，所以在这个我们及时的探测以后就去把这批机器进行送修，
所有的问题的暴露并不是说我重启以后才会去发现。好，大家还有问题吗？比如像如果你升级出现了失败，对，这个就是我们 controller 需要做的事情。它会有一些 probe 的一些过程，通过 ping 也好，其他的方法也好，就是会检测当前的pod 是不是还活着，node 是不是还活着这种。它也会去看我 pod 是，如果有大部分的 pod 被 invoke 掉，那它也有策略来停止这一个升级，来去进行问题的排查，有一些告警的。可能 kernel crash 并不是他所负责的问题。对 ，kernel crash 的话，说明整台机器就会有问题。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 NTP 会来去 cover 这一部分的工作。因为 crash 我们去 NTP 会收集一些系统 log 里边如果有内核经常 crash， 硬件报错这些故障，就会有一个 remediation 的一个过程，用来去机器送修。我们是做过一些调研，其实现在有一些资料网上能查到的，说乌班图的支持也好，其实讯，这个是什么？乌班图我们能看到的，它的一些使用用户其实在不断的增长，不管是用户端还是在 server 端。另外，从我们用下来的一个过程中，我可以反馈一下，就是说，对于 vulnerability 的一些修复，乌班图社区还是支持的很好的。通常情况下，在我们那个各种扫描的软件 ，vulnerability 的扫描软件，如果能爆出来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社区都已经能够修复。我只需要同步mirror 那个归档的 package 就可以。这对我们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减少了很多的工作。对，是的，其实有状态的不仅仅是存储，可能还有 GPU 的一些业务，它这个业务可能要进行训练的时候，跑的时间非常的长，这个就需要我们不可能去在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来去做升级。一般这种长时间运行的 pod， 我们是跟用户约定好一个时间线，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从发起到大概一天以后，然后他要将他的 pod 去停止或者上当做一些这么一些操作，然后我们会预留一些时间。所以这些对于一些较长业务的 pod 的一些处理的步骤，对，会有的，我们会发一些通知。有突然坏的情况，突然坏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的我们所遇到的是说，在 boot 就在自检阶段，它已经是起不来了，就是自检阶段起不来，在我们的 controller 看来，就是它这已经失联拼不通了，所以我们就可能就有一些送修的流程会被触发。对，存储这一块的是比较重要，所以存储这一块的一些送修的策略是由存储的团队自己来定的，我们不可以去随意的去操作他们的一些数据，这样就可能。对，我们其实在内部我们是分大的集群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是 generic 的，那我们可以任意的操作，像一些存储类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个集群，对那些集群我们采用不同的升级策略。
谢谢。好。大家还有问题吗？好，谢谢大家。